今天中国打了蛮大。我觉得是这样，我们既然已经在专心雕牌了，你不要拿那些有的没的来干扰我，好不好？它大不大到底？好东西！给大家预告预告，这个冲山目前符合13支台湾大赛的高档，等一下我们继续打高级区。我感觉高级区是最强的，那个门槛已经到2000人了，有点扯。我那天有玩了一下高级区，是真的强。我才意识到，原来最厉害的高手都在高级区，在这边考啊。那个打至尊区、传奇区的，可能都是有钱而已，可能是有钱居多。又三张 A， 顶级顶级顶级雕牌，顶级之雕，彩金枕头放下面，这个应该有机会打个一家白痴，有机会有机会，打那种花顺的有没有？对面要被我干了，看对面看对面，还有葫芦哎，啊怪物，没事，屌加二。哎呀，那个退取那个你们有人知道吗？说不能工伤的那个退取，昨天发布一个政策，说你画面上不能超过3%的那什么 logo 还干嘛，就会被 ban 台还是什么，就是违规，怎么超级低呢？我看到都吓我了。10A8Q 好像没料哦，雕个葫芦，葫芦大顺，核弹头，完事儿，还道歉哦。但为什么退取公司会这么弱智啊？怎么可能发布这种资讯？那种资讯根本就不该出来啊！道歉何等不用啊！你要退取广告费，他妈没给几毛钱，然后还不准实况主工商，那你要他所有实况主吃屎是不是？全部的人就在退留在退取帮你打工，然后领你那个微博的垃圾流量广告。我不知道欧美怎么，也许欧美的流量广告费用很高啊，但是就我所知，在亚洲区，台湾。然后日韩那个广告流量真的是可悲到不行。我当初跟 Stanley Toys， 我们三个算是退取流量非常顶尖的三个主播了。我们三个人后台的流量广告加起来，最低的时候一个月只有1000多美金。哎，还是三个人平均只有1000多美金，我忘记了。反正就是一个很可悲的数字，就是我们流量已经做到这么顶了，给的钱这么的可悲。然后你还不准人家工商，这到底在笑？哎、欸，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顶级五轮车吗？真的五轮啊，太离谱了吧！舒服，5678，冲了。巨尴尬，5678，没四没九，一对，冲三，桶花，对，好，全部守住了，麻 ，OK， 守住，彩金领两家，哇，能冲就是爽，其实也不是不行，广告分成给实况多一点就是了，是我跟你讲那个。我之前在退取开台是根本没有广告费，少得可怜。我退取不好好，我为什么要去 Noto Life？ 为什么 Noto Life 结束我要来 YouTube？ 不是，在我来 YouTube 之前，几乎没有人在 YouTube 开台，几乎没有。这 YouTube 的游戏直播算是过来拓荒的始祖。反正我就对退取死心了嘛，啊 YouTube 就试试看，就这样死马当活马医那种感觉。太牛逼了，阿特！我不知道现在退取广告费多不多，但是我身边蛮多人在退取直播的，就我听到的跟以前没有差太多了，就差不多烂了。啊，建议在这种情况下，广告费这么少又不给实况主工商，那你到底要怎样？主播帮你带来稳定的流量跟观众跟活跃用户，你给不起他们应该得到的健康的广告费用，他们只能对外寻求厂商。讲难听一点，接济，只能当网络乞丐，只能等观众抖内，只能等厂商抖内，走到这一步已经很可怜了，然后你还要封杀人家，
逼人家只能拿你那个微薄的薪水继续继续继续啊！你不说，我还以为退取是台湾的公司啊，顶级台湾冠老板。德哥，你对 YouTube 的想法是什么？饱和了吗？还没一路吗？我觉得从来没有一个行业是饱和的，尤其是新创产业，会饱和的只有创意啊。你现在要从 YouTube 做起来，比以前难了。但我认为它永远不会饱和的。台湾大咖还留在那，我跟你讲，跳平台的风险是非常巨大的啦。所以我才说，我退去播好好，我不可能去转去别的平台嘛。转平台本身就要承受很大的风险嘛。但我觉得，我如果不承担这个风险，我继续待在那里，我也在等死啊。因为我等退取广告费等了三年吧，2015年等到2019还是2020，哇！我等彩金冲三也等好久哦，干差一张冲不出去。啊！是没救。干！中蹲强力防守，好可怜哦，这只能拜托别人没怪物哎。有怪物你就被哦，舒服舒服，哇，舒服舒服舒服，还行还行，没事，自己人。什么乐色啊？乌龙，乌龙，顺子。谢谢你兄弟，干什么高了？鸡排啊！我打开就是车轮牌啊！哇！干你是三小！四组三条哎，这能不能敲一下？这可以敲一声吗？完了，感觉屁股有 A 虎哎，哎没事 ，A 被拿光，完了两个怪物，哭啊，只打到一家，没办法，我们已经拿四组三条了，代表别人拿很多三条加铁子的几率也增加了，看这什么特色啊，哎他预设没有从花顺给我摆，啊随便随便，这就屁股女三柱而已，嗯哦。两家同花顺，两家同花顺被我压，有这爽。我们打高级区各种险虐啊，看来高级区也不怎么样啊。原胖族最后说要开啊，看起来史丹利选择当一个言而无信的人喽。大家六点多还在啊，那不可能六点多醒着，然后吃晚餐，吃完晚餐突然跑去睡觉翘班吧？史丹利是这样言而无信的垃圾吗？在哭是吗？我不相信。简单处理，看能不能简单轰。合约没写到状态，好臭。啊！一家都打不到，好可悲。三张六拿完，顺花都黑了，又是一把防守局。垃圾三轮车，这个就是没氪金就把把烂牌，想多了。我氪金看起来有像把把好玩吗？你看一下我的头，看一下我的腰，长的是什么鸡巴？九九可以顶出去，还被九九 A 打，啊哭啊，把把乱受。黑道差一张，乌龙一对一对，彩金冲三，双花哪里有双花？顺子同花，同花对子同花，葫芦。我该不会有两张方块可以拿吧？
彩松山加五枚。受不了了，本集去干一把大的，本集去干一把大的。刚刚多少？那宝座一万二嘛，这边扣一枪就回来了，六个。三镇丁特，我要酷的，真的。不写稿哦。没事，这把撑过去，再靠一柱就回来了。防守，大家都是烂头，没有加注，烂头。我住啊！完了，记了，我要把它标注为低能儿。妈的，谁在彩金三条摆中间蹲三轮车的、啊？你不配赢钱啊！这玩家不配赢钱，我说的。老爹，你信不信啊？干杯落来！再来啊！你在彩金三条抽我一注啊！啊！再来啊！是不是高回来了吗？刚高级区输一万二有什么吗？啊！用你三轮车，我拿三轮车的频率是不是有点太高了？一对，完了，两枪三注了，喷三注出去了，没怪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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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完了，四注，五注干你。哪一把三轮车要被惩罚五注？今天冲过打拿了吗？很大。我觉得是这样。我们既然已经在专心雕牌了，你不要拿那些有的没的来干扰我，好不好？它大不大到底？好东西。哎。素质还是不错的，我们家的达达，这个穿衣服的品味，摄影机的角度，这个无辜的眼神，我怎么可以这么恶心？还是可以的，达达，看我，还是可以的。肉语更牛逼哦，有件事，做个稍微做个调查，腿控打加一，奶控打加二，两个都要打加三，试掉一下，试掉一下。看大家跟我差不多啊，小朋友在做选择。我常常看到很多人说什么啊，那个好大、啊，好恶心啊，都是一坨脂肪。一进来，看我都想说，你这么闲，不然给我，你不要送我屁股啊？哦，屁股也要？我觉得屁股不用问，屁股应该是年纪到了就懂。我问一下，你们从几岁开始喜欢屁股的？不知道打个年纪出来参考一下，像那个什么腿啊、奶啊，对不对？从你的小将军懂得怎么站起来，你应该就会欣赏了吧？哎，屁股感觉要有一点深度。三岁，你知道三岁就在意屁股，太离谱啊！我大概是三十岁，我本人大概三十岁，我身边蛮多朋友也都是，就是。你必须要有一点人生的历练，你才懂得开始欣赏那两那个干你这一群臭男生聚在一起聊什么？一群臭男生聚在一起，可能就在聊妹，聊隔壁班那个妹奶很大、腿很长，还是怎样，皮肤很好、很骚、很可爱什么的，对不对？你不会一群臭男生聚在一起看那个谁屁股好大，巨臀，我操，巨高。你根本没，我是没有这种经验啊，所以我感觉男生要有一点历练才会开始喜欢屁股，小男生都是看脸、看奶或看腿。
比较素质一点的会看眼睛，我觉得他眼睛很漂亮啊。怎么听我在鬼扯？有人他国中生就在讨论你同学屁股很翘的吗？不可能吧？至少我没遇过什么，我真的很色啊，不然的呀。我前面几任都没有屁股，所以当时没感觉，但新一任有屁股后发现有屁股的美好。这个人都是要吃过才知道，才知道什么是人间美味。看那些部落客在那边说啊，那个拉面多好吃，那个海鲜多鲜甜。哦，那个什么东西人间美味，你看他形容你永远理解不了，你就只是用眼睛去看那个文字的描述，你是理解不了那个的美好的，真的要吃过才知道，真的吃过才知道。所以兄弟们，阿特在这边给各位一个建议，趁年轻，就是在我们有限的道德底线之下，多玩玩，多看看，多多约游历这个世界。史丹利的唇喜欢吗？300。